伊也革命已经成为疫情后餐饮业者的经营模式。台南台糖中仁酒店，就甲联合丽华饮食策划团队推出全新的穿越宴。在新菜发表会上，两间品牌总铺师联合展现外菜独家，另外搭配着川剧变脸表演，呈现川粤结合全新香烟。最主要联合丽华，它本身在台湾大概有30年，尤其它的厨师团队相当的坚强，而且它网络在台湾的一些很多的名词，退休以后，那做透过他们的一个专才来研发，把台湾的一个在地的食材引入进这所谓川菜跟粤菜。这个方面，那我相信川菜得的麻辣香辛鲜美，它的特色，利用在地的食材去，我想去蹦出那个很多的那个国际美食。借着两间总铺师多年以来独家经验，用创新手法将经典菜肴重新诠释，让这些菜更美味、更潮流。潮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又新潮又创新的一个穿越宴，大家。都会想说，川菜是很辣哦，然后可能很麻，但是呢，请不要担心，等一下你们尝看看就知道。这一次的川跟粤结合在一起的菜色，肯定让你们耳目一新。这次台糖中仁酒店精心挑选出16道菜肴，要来款待各地贵宾，也是想要品尝，就要把握机会来定位。台南新闻社怀采访报道。